嗯，好，相当不错。来看一下分数，首先呢是劲舞同盟的分数，请看。劲舞同盟的分数是26、96、19、20、21分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Knight 他的分数是几分呢？ Knight 分数是24、56、90、14、18、21、22、24、25。哦，25分啊！所以恭喜 Knight。这个保卫成功是，但他们也是来势汹汹啊，对，这个也不错，很可爱啊哈。那第一次来参赛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？把整齐度练好哈。我们这个 Night 永远等着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队长代表握个手，好，对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，下去给我50块哈。好嘞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看下一位 PK 的是谁？下一位有声音哦，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。浪子的心情，亲像天顶闪烁的流星。杀手啊！杀手啊！叶启田大哥本人呢？让我们欢迎宝岛歌王叶启田大哥。欢迎刘姓名，他是我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。我房资历长达15年的刘姓名，曾经揣摩过陈雷、叶启田、于天、阿 Q 等多达20个角色。回到天上去，我看那星星多美丽。唱歌实力不容小觑的他，更是发片歌手呢。模仿实力堪称杀手等级的他来踢馆，我们谁被他 PK 到，只算你们倒霉。刚刚启田哥那个跟真的是他本人一样，完全是他本人在。你有遇过他本人在他面前唱过吗？有吗？有参加过叶启田模仿大赛吗？有参加过陈雷的啦。你参加，你还会陈雷？曾经跟陈雷大哥同台表演过。哇，厉害啊！呢，可以唱一点点陈雷吓我们一下吗？陈雷的，来一点点。好了，他的成名曲《金马的红尽头》。我的头皮和金银刀，修，哎呦，修，哇，太恐怖了，哎呦，这个太恐怖了，我吓到了，两个都好像哎。你今天是要抽签吗？还是用抽签的哈？好，来抽到他等于他的替帮啊！我跟你讲，是谁？好的，抽到了是露露。Oh my god！这个阿明哥，你刚听到他的实力了哈？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办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知道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焦虑。上面说不要紧张，没有，就是还尽力，尽力，尽力啊！对，你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对啊，有点紧张，就希望那个大哥就是你知道可以照顾一下小妹。多指教，谢谢你哦。哎，好巧哦，失败区的椅子也是绿色的呢。你不要再吓他，给他一点信心，你看他都哈了啦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姓名哥的表演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九岁的时候，你就在做什么呢？9岁的凯蒂，他又在做什么呢？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凯田啊，凯田啊，非常欢喜啊！在厝底下跟大家见面啊，非常欢喜来参加咱的超级魔王大道的节目。今日啊，凯田啊，特别邀请到两位我的好朋友。就是咱的单雷啊，以及咱的阿杰啦，来到现场，我们安排一首这个合唱的歌曲，好，阿杰连带一首《用心良苦》，邀请大家共同欣赏，谢谢。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。美丽中有疲惫，邀请单雷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好，欢迎阿雷啊，又过来啊。我用去
正义的时间，想分辨在你我之间，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错你睡得如此沉浸，胜过你心思决裂般无情。要听阿哥啦，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情灭了爱死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，从你抽黄你的手。我的妈呀，太像啦！接下来我们看露露表现。全国观众朋友哦，来信公哦，啊，上礼拜小知识单元播出了哦，轰动全台湾哦，赞赞赞赞赞哦，你看就贼来信呢吼，为了问候冰冰姐说啊，咱的这疑难杂症吼，要怎来解决呢？好，不要紧，咱一个一个来给他解决吼，咱第一封信是向嘞。台北的康先生说他有健忘的问题，该怎么解决呢？嗯，我哪有健忘？我只是讲话比较慢。是安尼哦，我咧台北康先生哦，我是叫郭俊咧哦。阿彪彬，阿彬彬哦，今仔日邀请到这位哦，是咧对这个记忆力哦，算讲是 pro 级的这位哦，咱的蔡小姐哦，来给你解决一下哦。忘不了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忘不了、忘不了的蔡琴。我刚讲了那蔡小姐哦，她不行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拜谢拜谢拜谢。刚刚看下一封信了哈，这是三重的许先生，他有落发的问题，有解决的办法吗？啊，大家好啊。什么样子的哦？我就问许先生，啊，许姓梁啊，我有个小问题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掉头发的问题哦，要怎么解决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根本就没有头发，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哦。啊，冰冰姐哦，啊，教我一个小知识哦，啊，就是呢，啊，在家里啊，把这个发菜啊，啊，整理整理整理啊，啊，整理起来之后呢，啊，再把它，啊，再戴起来啊，一个假发的感觉啊，是很方便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冰冰姐呢？冰冰姐。啊，冰冰姐吓跑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我来收尾啊。啊，新年好料理啊，啊，看你想被谁料理啊，暗自 C 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老实说，很少很少有看到参赛者啊，就是歌艺不强，但敢模仿蔡琴。在前半段就两三个字的时候蛮准的，我的嘴巴不好，但我耳朵蛮灵敏的。你说，你说他唱歌那一段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哈，谢谢先生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听评审怎么说好了。首先呢，这个先请这个丁国林。他除了长相像像那个谁高向鹏以外哈，他声音真的超像的。哦，真的都很像，每一个都很到位。超级像。刚刚我听到台哥私底下想，哦，爱注意，爱注意啊哈。我觉得南柯林还可以坐你椅子啊，爱注意哦。可是我觉得你很棒，你有一个艺人的特点，就是呢，艺人。要异于常人，笑骂有人，还能自娱于人啊！不要紧啊，哦，廖博士不要紧啊，就是调侃自己，对，然后娱乐大家其实很重要。嗯，你有做到这一点，很棒。嗯、所以今天让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下手哎、欸。所以呢，这个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脸皮要够厚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因为当艺人自己在表演的时候，如果自己
吐槽，然后就整个傻住了，就完蛋了，你就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露露一路走来，从桃子姐嘛，嗯，然后走错路的莎莎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冰冰姐嘛，我觉得一路过来，我觉得其实她进步很多，哎，越来越像。而且今天还挑战模仿康哥，我们来问一下康哥好吗？啊，是模仿我吗？哎，对，是啊，很像啊，戴帽子那一段啊，很像。我刚刚嘉欣也在讲说，很像啊，要不然再模仿一次给康哥。